人们都说过年得有年味，可年味是什么呢？年夜饭交到我们手里，就得让大家记住这个味道。把大家的年货送完，我就带着年货回家团圆。50年了，年年都盐，年味不能在我这儿断了。手艺就是心意，窗花越多，过年过得就越喜庆。过年不能将就，得讲究。舞狮不可以少，因为我们一上场，过年的感觉就来了。年味是传承，是真实，是心意，是坚守，是岁月流转，却从不缺席。致敬和我们一起守护年味的你。京东